来，为了咱在座所有好朋友哈，小丹丹用炮啊恭迎，咱青山林安尊龙飞鸾，小丹丹叫叫暂时先卖入去哈，先等这个门牙口，才让大家弄一下桥卡，好不？好，那落哈，小丹丹暂时先卖入去，叫先平了，才让大家弄一下桥卡嘞。圆满圆满，这是咱青山宫165当来头一面。当含古乐业，青山灵安尊龙在咱房价驻守165当，一直是咱房价地方的建筑，咱房价的守护神。我比到咱房价地方数十多台，大家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，进来！非常的圆满，来不等来反反，那今麦来来有请李生，两位李生来，也有在那边，他等一下听我口令啊，因为我们要一间一间公庙的香火啊，要倒在我们的还要河炉哈，希望全台灵安尊王集气，让台湾富佑平安。那这是青山宫165年来第一次，我们结合了全台各地主祀青山灵安尊王的公庙。特别将他们的香火取回，交换香火，达到万年香火神威显赫的那个意境。